从近期我们参与的演练合练来看，我们的人员技战术水平得到了锤炼提升，装备性能得到了有效检验，五架直升机之间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，落地位置也越来越精准。一比一全系统演练啊，主要是舱内一件医保、舱旁一件医保以及载体内一件医保全流程、全要素、全岗位的合练。经过这次合练和验证，我们达到了既定目的，